呀，你部嗰陣啊应衬咗点心啊相当之快，高点亦啊唔慢嘅。中国上咗嚟几多撑话打我啦，慢慢杀埋嚟就係就幸运进区㗎。咁然之后跟住先见到安田啦，就喺安田后面仲有宝树有型。咁再后啲跟住先见到创画啊，然之后陆书俊威守住内栏，或者外面无敌神区啊。尾二位置阳光喺晒，美好离位，距离头马超过12个马位嘅，转紧银禧湾啦。幸运俊威好似电套咁放啊，三个马位之先领先啊，守住第二位嗰只咧就系灿画嘅。两个马位之后守住第三嗰只就系安田，然之后跟住咧就系高点，最后啲跟住外栏位置点心啊。最后啲跟住先至见到嗰隻呢就係呢个步步稳啦，然之后宝树有型啊。咁最后啲跟住先见到无敌神驹啊，阳光啊，绿色俊威后面包晒尾先至係好理威嘅。最后直路约莫仲有呢个200零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特作为几多餐话特作为我再追佢，而家见到大我栏嗰位置嗰隻就係绿色俊威，中间嗰隻係安田啊。系咪上嚟见到仲有阳光啊嗰啲马，前面就绿色俊威斗緊中间嘅安田，系咪上嚟阳光三头都会扑跟上嚟嘅，阳光就斗紧安田嘅。安田同埋阳光一齐冲一冲，好似跑第三名，绿色俊威跑第四名咧，应该就系好利威嘅，非常非常之接近吓。以为安田可以放到翻嚟，但系大外栏阳光飞将军从天而降，入边安田，外面阳光，阳光安田一齐冲一冲，好似跑第三名，绿色俊威跑第四名啊，影啊想睇步步稳定啊，好利威啦。啊！快睇下冲线啦，边只到先咧？叮当嘅啫，真系。再入落去。诶、哎，再入咦，好近喎、啊，可能安田都到喎、啊。即系再入就系阳光啦、啊。系 啊, 啊。但系好到线嗰下好接近啊，有效应啊。哇！犀利。犀利啊！呢度三只马好接近嘅。阳光同安田四号啊，幸运进区喺外档，真系咧快到甩碌，好快好积极啊！但系同住呢啲马跑又人哋啲档，你好似冇到咁啫喎。结果玩埋佢个草地上就冇泥地咁犀利啦，系好快，但系翻到嚟就冇咯。级数争好远喎，即系始终你都系难啲啊，又有呢个灿画嗰啲喺度顶一顶你啊，系嘛？咁佢係好快呢度大嚟神呢两三个马位。安田就唔后㗎啦，都跟咗喺呢个第三位㗎啦。然后内侧见到呢就有呢个高点啦，开边有点心，最后啲呀留意一下步步稳先，步步稳都系吓、啊、今季初出咗喎。佢都犀利啦。佢同阿好利威相比呀，真係一啲都唔失色喎、啊、好利威就后啲，而家掟出去外边。好犀利㗎嘛。係真係犀利，有级数。嗯，阳光啊，兜到好出，要再兜出去无敌神区嘅外侧。兜咁多，兜到啊！唉，但佢嘅即系个后屘嗰个追劲好强啊，都追得好接近，争少少啫。步步稳，诶、哎，系啦、啊，哇！呢几下搭晒剑咁仔，啊，好好接近啊！